喂，高八哥，搞定了，抓到了，抓了个18岁的，刚刚满18岁啊，多岁啊？哎，对，哇，身材很正点啊，那个大长腿1.8米啊，哎，对，现在目标太大了，等天黑先，对，天黑好出发，到时候没有那么危险了，安全点了，哎，好，到时候联系你啊，啊，什么？再吵灭了你，真的是。等一下晚上你就知道怎么叫活死活，跟你说，别吵了哦，还早，要睡一觉先。这里荒山野岭的，叫也没用。婆娘，先跑了，别跑啊，你个臭婆娘，我打死你。哎，怎么了美女，借我躲一下，有坏人跟着我后面追着我。我有坏人了，那你进去赶紧。哎，进去。哎呦我的妈。你死半婆，别走。你干嘛？哪有骂我？是不是有个女人进来了？没有，这里是我家，就我一个人在这里，哪里有死八婆。什么？你这样，我大老远的看见他跑进去了，你还撒谎是不是？还大老远，我说没有就没有，这里是我家，关你屌事啊！喂，你信不信？等一下我一起把你给抓了，卖了。你这么凶，卖了我，你能打得过我吗？还卖了我，真的是。你把人交出来，快点。没有。没有。对，我说没有就没有。我明看见他跑进去了，没有。你说看见就看见了，我不信，我要去看一下。哎，在哪里？出来。哎，叫他出来！什么叫他出来？你这叫私闯民宅，你知道吧？这里是我家，赶紧给我出去！什么私闯？我管你什么私闯不私闯的，她是我女朋友。哎呀，你女朋友会跑来我家吗？你赶紧不要闹了，走！你赶紧给我叫他出来，为了把你房顶都掀起来！啊，你这么凶啊！我还没见过这么凶的人，还把我房顶都掀起来了！你真是不讲道理！谁让你帮我强人啊？多管闲事啊！我多管闲事，你几个意思啊？几个意思？你赶紧把我把人叫出来！哎呀，为我今天要你好看，我跟你说。你还要我好看？就你这小样！哎，你还拽是不是？来呀！那个臭婆娘啊，你看你都不像什么好人，那么厉害是不是？下来，这里是我家，大哥。哎呀！是我家。哎呀！断了！我断了！这是我家，你竟敢来我家来插眼！那个臭女人啊，这也那么厉害啊！哎呀！别打了，姑奶奶，别打了！让你这么凶！哎呦！全身都疼，全身都疼，哪都疼！哎呦！我就没有见过你这种人，这么蛮横无理，还跑到我家来，你信不信我送你去警察局？哎呀！什么警察局啊？你说有手有脚的，你不好好做人，你还学别人做人贩子，你这废得起你良心吗？哎呀，算了，你咬我一命吧，姑奶奶。断了！美女，你出来，给我蹲下。怎么回事啊？你们这个人啊，我在路边走，他就把我迷晕绑在那个树上。后面我趁着他睡着了之后，我就跑出来。哎呀！好痛啊！吓死我了！你说你有手有脚，这么大个人，你不好好去办事啊？所以说你这种人一定要送去警察局。哎，别送啊！我还听到他打电话说
招待这种美女呢，要卖给谁呢？人贩子！我第一次做，给我个机会吧，好不好？还给你个机会？去警察局好吧？别抓我去啊！我带你们有2000块钱，我给2000块钱给你们吧。你用这种钱，你用的良心过意的去吗？我就想问你。哎呀，我不给钱给你们吧，别抓我去吧。你下一次要继续做这种事情？对，去派出所。哎呀，要命啊！